花这么些钱瞧台上吃东西，图什么许的你们？哎呀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谢堂上去了。嗯，已经差不多十点了，还有这么多朋友，你们真的没有事儿吗？明天上班了。没事的话，咱们就多聊一会儿啊。嗯。刚才这个节目是谢金啊、李鹤东二位说了一段，对，相声有新人的亚军，哎，全国四强嘛，嗯，非常的不错。好，呀，下去休息一下，哎、要不来口水得了，听我的。哎呀，拉不开栓了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哎呀，看着难受，又把这个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，还是我们俩啊？我，其实说实话，怎么了？不喜欢说相声。没劲，哎，这就算忘本啊！什么叫忘本呢？你怎么说相声多没劲呢？啊，那干什么有劲呢？什么有劲啊？嗯，我们的本职工作特别的有劲。您本职什么工作呀？你不知道我干什么的？瞧不出来。说相声之前，说相声之前啊，保安呀、啊？什么保安？看电梯的啊。哎呀呵，别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大家听不清楚啊、嗯。小二，你才小二呢。我是一个，说实话，我唱戏的。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就是一个唱戏的。就是不信。我看不透啊。纯戏子儿。什么您呢？戏子。戏子那戏子那不是什么好词儿。怎么了？俗话说得好，说你们无情，我们无义。这说的都是你们，有你一个。没，这个荣誉我就不争了啊。其实我是一个唱戏的。您唱什么戏的？国粹。国粹。京剧。您是唱京剧的？那当然了，长了一个京剧的脸。长了个恐惧的脸，张嘴就来呀！哦，您还唱戏呢？哎，蓝脸的窦尔敦，您等会儿，岳林，盗御马，这叫戏歌，这不是戏，这不是戏吗？这叫戏歌，真正的戏，你懂不懂？我京剧我听啊，嘿嘿，我爱听啊，你也爱听，嗯，我真正的这个京剧科边出身，什么？京剧还磕着边了？你在京剧上碰过词儿？科班出身。那过去才叫科班呢，傅连城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有这么七科：喜连富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，最后三科没办，哎，最后三科没办，对，就七科：喜连富盛世元运。哎呦，行行，您等会儿，就您这岁数，您赶得上吗？啊，我岁数怎么了？您这么年轻，那就少说谁年轻谁年轻，你骂谁呢？骂谁呢？啊，你听出来了？啊，你真骂街呢？不是。您这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您那么年轻，您赶不上人家孙子辈的，可能都比你大了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七十几。我一直说我30多岁，那是骗你们。你骗了我10年了，快。73岁。坎儿怎么了？我照样努过去。哎，对，就是减速带呗，就是。您都70。不是，那您这七科您占哪一科呀？我呀，圣子科。圣子科。对了，我圣子科有些名家。当然了，裘盛戎、叶盛兰。叶盛兰，这都是圣子科。哦，那我岳盛斋。你老酱牛肉，你瞧了吗？你才酱牛肉呢！我看着你就闲得慌，我告诉你。盛斋就是我。哦，盛斋。哎，哦，剩下的素饭啊。什么叫剩下的素饭呢？岳盛斋吗？岳盛斋就是我。那我怎么没听过您唱戏呢？没听过我唱戏很正常、很正常。我已经隐居江湖很多年了。哦，退居二线。二线了。对了，跟这些个戏曲名家经常的聊一聊，偶尔在这个后台还聊一聊。郭老师啊，喜欢京剧。我们郭老师啊，哎，经常跟他在一起探讨京剧。是，他爱这个。探讨戏曲。哦，我就喜欢这个。这样吧，您怎么样？对戏曲？我也喜欢呢。也喜欢研究。那行，喜欢就行。这样吧，啊，我唱一个啊，我让您猜是哪出戏。哦，考验考验我，行吗？没问题啊，那您猜一猜。我知道说，不知道不胡说。好，啊，听这个啊。您来，咱们听咱这个70多岁了啊，你看这老家伙。好家伙，
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，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。小天作白天问了过交战，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国藩，我有心只送银锭一面。停吧停吧停吧身在藩，停吧，73了，停吧，留着点力气还得回家呢。您别都用在这儿。哪出戏？这个，嗯，四郎探母，嚯，又叫过关见娘，听过的不少啊。那是那是那。色狼探母都看过。色狼探母，好像您眼睛不合适了吧？这岁数，什么叫色狼啊？四郎，四郎，杨四郎，杨艳辉。对对对，色狼探母都听过，听过听过。我给你换出戏。好好好，听着啊。您来一首，您会的一定是多呀。您再来一首。你哪里修得要修养改变？你要贪高堂牧师咋不足了？四郎探母，铁镜公主的唱段。哦嗨，就是杨四郎他媳妇儿。对对对，做工嘛，夫妻对唱。前面的是杨艳辉，后边是铁镜公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给您换一个啊。您换一个，还是四郎探母？您换。逮苍蝇呢？饿了是怎么了？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灰地苍白，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。而大哥长枪来此怀，你二哥断剑下他命赴圈台，二三哥骂他日你快，我的儿女与八弟就失落翻帮，一时五载未曾回来，唯有二五弟把情形改，小法未曾出现在舞台，而陆地镇守三关为元帅，最可叹你轻敌他北方红酒绑在花标柱上，乱箭穿身，是你拦着我点儿啊你。我拦得住你吗？我前面扒着你没感觉呀，假肢是怎么着啊？您这不还是四郎探母吗？这是母的唱段呀。还真是佘太君吗？对，老太君的唱段这是。哎呀，不还是四郎探母吗？换一个啊，来听这个。嗯，一见公主四郎探母，你会的不少啊你。哎呀，是我会的不少，是您就会一出啊，整本四郎探母都会是吧？您这不新鲜这个。你可以啊。不是，您甭说这，不是您正经是不是唱戏？那当然了。哦，您真是圣子科的。那可裤裆着火，这么着三把火了，您这。当然了。行行行。那正格呢？您是唱哪工的呀？唱戏不分公母。哎，那是都当然了吗？哪个公母啊？就是您唱什么行当？什么行当？啊，老生。哦，老生。对了，哦，虚声。虚声。哟，那好，但他听着有点那意思。您怎么样啊？我喜欢，我平时也唱，是不是？走，跟我回家。啊，跟你。哎，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月儿，省斋，您等会儿。您什么意思？让我跟您回家？这是我跟你回家，或者你跟我回家，咱们俩共同探讨一下，我教你一下这个戏曲艺术。哎，以后有机会咱们俩上台，省斋一起给大家演一下。省斋，省斋，借宿就说借宿，干嘛憋着跟我回家呢？是怎么着？你干嘛你啊？不是，咱别回家，您那什么，您要教教我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您教教我唱戏啊？那就在这儿教啊，光明正大，这么多观众看的都是见证。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我长长能耐。这儿不行。这儿怎么不行？这是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的相声专场，咱在要点脸。不合适啊！借刀杀人嘛，这不就是不合适？你别不合适，挺合适的。您在这教教我，长长能耐，观众也听听，这爱咱们这国家的国粹呀。行啊，咱俩在这儿来一回，来一回。您教教我，你挑出戏，我现场就辅导你。我挑出戏啊？别我挑，怎么样？杀家兵什么？来不来？你有功夫七十多扫扫盲去。杀家兵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杀兵不好吗？这哦，没有家。就不是那沙家帮，对沙家帮，哎，怎么样，来不来？现代戏不是您跳得出好的，我会的太多了。什么叫会太多？我会那个你都不会呀、啊。不是您会什么？我听听。现编的戏，现编的戏，新编的戏啊、哦，新编的啊，什么呀？那个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听过吗？没有。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
您这俩是一出啊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什么叫可以啊？这个梁山伯与伏地魔多好。我头回听说啊。您得这么着吧，祝英台骑了扫帚多好。祝英台骑了扫帚太难受了，听着。跟您这么说吧，咱也别闹啊，因为我是真喜欢，我真想跟您学学。您碰见70多老艺术家真不容易。还圣子科的这凤毛麟角的这个，那当然，这是我跟您学学。但是我这人的爱好可会的不多啊。您那叫我，那就我挑戏，你挑戏，因为我觉得您应该都会。那当然了，是吧？那我挑啊。好，咱俩来一出这个《白蛇传》。白蛇传，非常的会挑。是《白蛇传》京剧有啊？京剧。咱俩分一下角色。分一下角色。我来白蛇，那我呢？你来转。我，好不好？这是一出头晕的戏。太晕了。干嘛我在这转圈玩啊？我你可以跳绳啊，拿着小星跳绳啊。没有，您等会儿吧。啊，谁带小星受不了这个是吧？行吗？不就不行。您来白，您得来老生的。哦对了，白蛇传里没老生。白蛇传谁是老生？青衣小生。哦对对对，没老生。哎，这俩我挑错了。咱换一出，咱换一出。换一出，咱来一出这个秦香莲。秦香莲，秦香莲。我不会。哦，不会你乐什么呀？啊，为了解尴尬，真行。不是，这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会的不多，我再说一出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行行吧，行，咱来一出这个《黄鹤楼》。黄鹤楼，对，鞠躬下台，不会啊？您过来过来，干嘛就义去了？怎么了？那你说的不会就鞠躬下台啊？黄鹤楼您不会啊？黄鹤楼啊？对呀。我听错了，您听成了？我听成黄鹤楼了。您听，其实您说的是黄鹤楼吧？是，我以为是黄鹤楼呢。那咱就唱黄鹤楼吧，要不？怎么木讷了？怎么？我岁数是比你还大呢。我怎么都听不明白这玩意儿？说是不是黄鹤楼？是黄鹤楼，黄鹤楼啊？那就黄鹤楼啊。行，有那么一句诗吗？什么诗啊？锄禾黄鹤楼。哎呦。汗滴黄鹤楼，谁知黄鹤楼？又黄鹤楼。您等会儿吧，别糟践黄鹤楼了啊！您别胡说了啊！故人西辞黄鹤，故人西辞黄鹤楼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走，干嘛？怎么老憋着走啊？这位，咱上武汉呢。哦，唱黄鹤楼就得上武汉啊？那华油山是不是得下地府啊？那怎么着呢？那怎么你死吧？那怎么着？你70多老憋着走，你这。这么直接，多不吉利，这玩意儿，什么意思？就在黄鹤楼戏名嘛，就在这唱啊！对对对，行行吧，来，咱那个分一下角色啊。嚯啊，这戏还有角色呢？哟，您那个戏都没有角色呀？啊，您等会儿吧，什么戏没角色呀？行，简简单单的分一下角色。好，我挑我会的来。你挑你会行吗？行，我来这个刘备。你刘备，哎，你刘备，我刘褥子。哎哎。电视归你， DVD 归我，冰箱归你，洗衣机归我，孩子归你，孩子是你身上掉下肉。咱俩离婚呢，这你先鸡的贼，你先鸡贼，谁鸡贼？你刘备，你刘备，大冬天你刘备，我怎么办？不刘那是背或者怎么着？臭不要脸。不是刘备，刘备我留个褥子怎么了？刘备您不知道啊？刘备谁？刘皇叔。你对你刘皇叔，我刘皇盘。我DVD 在我这儿，怎么了？那是电视可在我这儿呢。那咱俩换换，我不换，洗衣机归你。听说电视归我，我没黄盘不行啊。行，你这就都70多了，您至不至于您靠这个活着呢？我现在行了行了，您知道不知道刘备？您不知道谁啊？刘备谁啊？姓刘名备，字玄德。姓刘名备，字玄德。哎，对了，家住大蜀楼桑。哎，没错。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。哎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破战破胜，号称为常胜将军。此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独射三条，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。
箭一穿薄小将，不会薄甲薄旗号，掌中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。当下就有爱将之意，朋友徐庶暗中保护赵云，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计未现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你拦着我点啊，你倒是。我拦得住你吗？你跟马上要死的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气儿多了，憋得讹我们在这儿。你这是你们唱戏的词儿吗？这不是说相声的词儿吗？你背他干嘛呀你？这嫌你了是怎么的？这，你知道刘备是谁不就完了吗？这气儿多了怎么这样呢？这边你没日子说了你，你跑这告别来了是怎么着？还强弩弩这坎儿，你过得去吗你？知道就完了吧，你这都干嘛呢？这占时间呢？嗯，行了行行，这知道得了。来，刘备刘备，行了，我刘备 ，OK 了吧？行，你刘备，啊、行行行，完了你来那谁呢？你来，哎，你来诸葛亮，我来诸葛亮，哎，对对对，诸葛亮，姓朱名葛，字亮，诸葛亮，全抖楞反了这点名字。啊，复姓诸葛，复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哎，道号孔明灯，给放了，孔明，孔明，道号卧龙，哎，道号卧龙，诸葛亮，哎，对对对，神机妙算，哎，是是是，羽扇纶巾，哎，对，嘿，对不对？知道，您来诸葛亮，我来诸葛亮，啊，那我还再来一个，你还再来一个，哎呦，对，你来俩角儿，啊，我两个角儿，你两个角儿，我两个角儿，对，他得俩角儿，我怎么他吃的多呀，对不对？这俩角儿，咱不行，咱是最近咱瘦了，咱没说消化的事儿。我俩什么角儿啊？我啊，你说什么角儿？我两个角色，对，两个角色，俩角儿还得，真行。我来，我再来一个，我再来一张飞。张飞是谁？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，后续四弟，姓张名云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，破战破胜，号称为常胜将军。自己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，薄盔薄甲薄旗号，掌中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。当下就有爱将之意，朋友徐庶暗中保护赵云，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计未现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口尊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言道：“正是。”徐庶言道：“那何不收留此将？”曹操闻听，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。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，以他一人抵命。我也觉得尴尬的哈。73了，就冲这个力气就值得鼓掌，我告诉你。众将闻听不敢上前，唯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，73人来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，焉能放走，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。追至在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“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料也无妨。”让过赵云的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：“你拦着我点啊！”我是真想拦着您，我怕您忘了。我行了行了行，可以。曹操忙问身旁夏侯惇：“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”夏侯惇言道：“此乃张飞，一猛撞人。”曹操闻听，呀，想当初关公在博望坡斩颜良、周文丑之时，曾对某家演讲，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一般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。来呀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关一关那猛撞人武艺如何？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那张飞抱头环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里扎沙，一部黑钢人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嵌八宝，轮罗伞盖花冠鱼肠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掌中丈80毛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：“曹操听真呆！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而乃匹夫之辈。”大喊一声：“曹军后退！”大喊二声：“顺水横流！”大喊三声：“把党阳桥喝断！”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百万军。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”
死我了。好，今儿再来一个。哎嘿，喜欢听这个《后汉三国》到底为梦中、哎、再来一遍是怎么着？您行了，哎，73了，啊，留口气儿吧。张飞嘛，啊，行，我你知道就完了呗。行，这么费劲干嘛？我来张飞，啊、我再来刘备，我两个角儿。哎啊，对，完了呢，你也俩角儿。我不行，你行。我最近我减肥又吃的少。你可以可以，就冲您这气力就行，知道吗？您也俩角儿啊，您啊，您再来一鲁肃。鲁肃，嗯，我不来鲁肃，那您来，我来素鲁。啊，素鲁，西红柿鸡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玩去。饿了是怎么着？鲁肃不知道啊？谁呀、啊？鲁大夫。鲁大夫，嗯，鲁大夫是什么呢？什么？山东的医生。山东。鲁大夫，我来蒙古大夫吧。哎，别就别就，你再治死了人，你再。鲁肃，鲁子敬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一人两个，一人两个。哎，行吧，咱们这就开始，这就开始。哟，怎么呢？坏了。什么叫坏了？我来的时候比较匆忙。怎么呢？我没带着我的装过呀。装过啊？就是您出门都带着装过，您是打算随时死啊？不是，换上就死，碰瓷儿的。不是你们行话管它叫兽医吗？谁的行话呀？你们才白是那行的呢。那叫什么？我们叫行头。我没带着行头怎么办呢？跟您这么说啊，这位生斋先生啊，咱相声舞台就穿大褂，就穿大褂，就穿大褂。行行行，完了还得跟您托付一声，嗯，因为没有锣鼓场面，那怎么办？靠嘴学，拿嘴学。您上场我打家，我上场您打家。行行吧，万事俱备，哎，只欠东风。没错，你这个有没有帘儿啊？什么帘儿？帘儿？唱戏的帘儿吗？唱帘儿。哇，帘儿拉上了，咱俩后头一忙活，然后冲。咱俩忙活什么呀？什么叫后台一忙活呀？就化化妆啊，准备一下，帘一拉开，咱就不用准备，连行的都没有，就不用办了。咱就清唱，清唱，不用彩唱。看我的，你在中间唱就没有这帘那大幕，行吗 ？OK。哎，哟呵，还留个学还。哎，咱搬搬这桌子，搬桌子去哪？哎，分出前后台来啊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嗯，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好的，咱搬一下桌子，咱们就开始。哎，来，来，回来。你拉过磨呀、啊？是怎么着你？搁这儿就完了，你桌子还挺沉。那是，完了还得搬把椅子，有场面的小座。谁去搬呢？我搬吧，我搬吧。您这么大岁数，我去搬吧，孙老师。行，我来，我来。您这么大岁数，不是您这么胖，您去搬不合适。孙老师，我去搬凳子好不好？老师，我去搬凳子好吗？我去搬好不好？老师，我去搬吧。我搬呢，光动嘴了，站着。你都搬来了，真行着。来，小队有了啊，来，咱们就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归后台，这就开始了，开始唱，不废话了，行吧？来的。馄饨，馄饨，馄饨，豆浆，油条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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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来出来出来！嘎巴菜，玩去！煎饼果子，哎呀，还胡辣汤呢，还像话吗？卖早点的俩人出来，你先馄饨呢？谁说馄饨了？你说馄饨没？我那是弹奏一声，那我馄饨，那我呢？您得打家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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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馄饨，打家伙。哎，你这个家伙给我出来！打死你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73的这么暴脾气，这玩意儿，你说让我打家伙吗？打家伙就打呀！打谁？打响了，打小罗。小罗，小罗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馄饨，小罗，谁小罗？打死你！哎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活73怎么活过来的？就这么大脾气啊，逮谁打谁。你让我响锣吗？打响喽。我挺响的呀。搭腿搭腿。哎，对，搭腿。哎，好好好，这都得现教我给你。跟你唱戏好累啊。我比你还累呢。馄饨搭腿搭腿搭腿难听。
流氓，我告诉你，你才要亲我。谁亲你了？我拿我当老刘。你玩去，我拿你当老流氓了。我你这不对啊，宋老师。谁不对？谁不对啊？他老撅嘴、谁撅？这什么？我叫你上来呢，咱俩一起上。那就同场上。你说这他就明白了。你说同场上啊。混沌大德爷，啊先生，啊老婆，哟呵，过日子呢？你叫我先生，管你叫老婆怎么了？我还吃着亏呢，我知道吗？叫老婆像话吗？那，你叫我主公，主公什么东西？主公什么叫主公什么东西？皇上，谁呀、啊？你？你皇上？不，国家没人了，这模样当皇上？您等会儿。我扮演皇上，你叫我扮演。行，啊先生，啊公主公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还公主公？公主是公主，公主还是四川探母？主公，真行。啊先生，啊主公，动物过江之时，你把孤王害苦了。哎呦，手怎么这么黑呀、你打什么人呀、你脏心烂肺。谁脏心烂肺？谁把你害苦了？谁把你害苦了？不是刚才买的麦当劳我掏的钱知道吗？还我把你害苦了，臭不要脸。不是你。谁呀、诸葛亮。你找诸葛亮去啊。我哪儿找诸葛亮去？我你来谁呀、哇哇哦，这样的话 M 真的很 sorry 咯。哦，手真黑，我告诉你，我帮你游一游。你都躲开，还游一游。哎，这剧中人对不起剧中人，剧中人把剧中人害苦了啊。是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来、打家伙就完了。来、动物过江之时，你把孤王害苦了。不是我，别说了。打家伙，扛浪子来再扛，浪子来再扛。老韩先生，诸葛亮，唱。你比孤王，我过长江，唱。龙潭虎穴，过去闯，唱。驴呀！你让驴踹我是怎么着你？说词儿啊。我什么词儿？山人送主公。哦，这句啊。废话。来，分明是打架伙。扛浪子来再扛，浪子来再扛。老韩先生，诸葛亮，唱。你比孤王，我过长江，唱。龙潭虎穴，过去闯。扛浪子来再扛，浪子来再扛。山人送主公。哎，分明是送孤王啊。去见阎王，山人送主公，免。山人再送主公，免。山人送主公，免。山人再送主公一点点。我抽你，你信吗？你怎么送起来没完了你？啊，送一次得了，知道吗？该你唱了啊。打家伙，扛浪起来的扛，浪起来的扛。老韩先生，诸葛亮，唱。你比孤王过长江，唱。龙潭虎穴，孤去闯。扛浪起来的扛，浪起来的扛。分明是送孤王去见阎王。善人送主公，免。免什么免？刘备送刘备。词儿一样是吧？我用你复述一遍我的词儿啊。你唱你诸葛亮的词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哦，诸葛亮还有词儿呢。哟，诸葛亮是个摆设。这诸葛亮可不有词儿吗？诸葛亮什么词儿？你有四句词，您不知道啊？什么词儿？你会不会？我忘却了。你怎么能忘呢？时间太长了。哎呀，主公上马心不爽。主公上马心不爽。哎，这是第一句。哎，对，第一句。据我所知啊，还有第二句。废话。
山人八卦秀内藏。山人八卦秀内藏。第三句，蒋申且坐中军帐。第四句，等候涿州易德章。错不了，告诉他错不了了。大家伙，来来来，扛啷柴来子，扛啷柴来子，扛。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心呀嘛心不爽。山人八卦秀内藏，秀呀秀内藏。蒋申且坐中军帐，主呀嘛中军帐。等候涿州易德章，易呀嘛易，我唱错了。您这是唱戏吗？您就是混歌厅混多了吧？啊，您得唱戏，您得有韵。有什么？有韵。我有不了韵。嗨，强人所难啊！哎呦，我没那设备啊！对，老娘子没看上你那是。您等会儿，您得有戏韵。戏韵什么韵？您得这么唱啊！啊，主公上马心不爽。唱，你唱。主公上马。打家伙。打家伙。我打。打击啊！打击啊！你老催我干什么？两不救火。扛啷柴来子，扛啷柴来子，扛。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啊，你主公主山人八卦秀内藏，啊，蒋申且坐中军帐，扛啷柴来子，扛啷柴来子，扛。等候涿州易德章。河南戏的味儿。我守灵呢，谁又死了？还又死了？这么快？您说您的词儿报名？哦，该我了，该报名了。我叫诸葛亮，家乡话，坐在椅子上，哎，收那破扇子，等候易德章。街舞的底子，你够利索的，怎么？你干嘛呢？你搁这蹲地呢？不是，我感觉天塌了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张飞来了，张飞来了，张飞来了，张飞，我躲一躲，别，张飞来，你躲什么呀？张飞是个莽撞人呐，莽撞没事。我天哪，你回来。你不能怕张飞，我怎么办？你是军师，你管着他。行，你不能害怕，是吧？我军师，就打家伙。我诸葛亮，诸葛亮，我管着张飞。对对对，我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我天哪，还挺累。哎，对。好。啊！吓我一跳，打家伙。你耍猴呢你啊。啊，那怎么着呢？张飞出来急急风。急急风？急急风坏。急急风是什么风？枪。哦，好，行、哎、张飞我害怕。哎，你非得把我腰闪了，我告诉你咋的。憋着死这儿了，你看了吗？哎，圣真，跟你唱戏啊，太他妈累了，我比你还累呢。哎，咱这有点儿，什么点儿？急急风完了，这儿一蹦蹬仓，完了我这儿一哇呀呀就完了。蹦蹬仓那个哇呀，蹦蹬仓哇呀呀，明白了。蹦蹬仓一亮相，完了哇呀呀，啊，结束啊。您记住了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挖呀，我挖呀，我的词儿，我挖。那你挖吧，你挖，挖，挖。我挖什么挖？你都挖完了，你都。
怪吓人。火鸟啊，红团火团呐，大仓，惊悚啊！火鸟啊，红团火团呐，大仓，说什么你？这三场的仇我都得找回来，我告诉你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这对词儿的时候说好好的啊，不打这么狠。废话，感情到了，快气死我了！废话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我这是你说词儿啊？我什么词儿？你就这一句词儿你还忘了？什么词儿？三将军进得保障，怒气不息，你为着谁来？哦，这个词儿，就这词儿啊！来来来。来捧起头来，火鸟啊，火狂火狠呐，大仓，三将军进得饱尝，怒气不息，你围着谁来？先生啊，怎么样啊？我围着你来，你围着我来，真的是，我错了，去你的。就跟上货的似的哈，对，拿你当土碟了。行了，各位施主请回吧。真好啊！哎，来吧，坐好吧，还没结束呢。哎呦，到现在还懵呢，这一下子。没想到打人也这么累。哎呀，谢谢，调调气息。哎呀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黄鹤楼》，是我们两个后台刚才对词的时候研究了一下。嗯，上次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在2011年的时候，2011年12月31日，7年过去了。嗯，多少有些生疏。是，首先我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唱戏的。对。我们行话管它叫腿子活，学嘛，什么汾河湾呐、啊、洪阳洞啊，嗯，什么全德报，这都属于唱戏的。对对对，在台上唱戏的节目，模仿人家，模仿。说实话，黄鹤楼为什么很少演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节目特别的辛苦，是还有要求呢，场地。啊，对，像小剧场可以，因为我们在台上没有话筒的时候，最后一排也能够听得见。没错，像一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，体育场都不敢演，体育馆。体育场都不敢演，因为一旦离了话筒大家听不见。我们又不是没有面对过退票事件，但是都没关系啊，心里还是有阴影啊。对，今天在北京又是北展剧场，为什么喜欢在北展剧场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剧场啊，它很剧场。哎，什么话呀？不是，它很拢音，音响好，音响不错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就我们叫开活，开了一个黄鹤楼这样的活。今天是今年也是近2年在北京开专场。嗯，对，我们很认真的研究了今天的节目啊，包括我们俩大褂，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，第一场跟第二场的大褂都是新做的大褂，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穿。今天这个黑的呢，是我们俩经常穿，是因为这黑的薄。哎，然后呢台上穿的时候比较飘逸，人呢觉得呀感觉比较有精神啊，就是台上凉快啊。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我看依然10点半多了吧，虽然有空座了啊，有的朋友已经，嗯，有没人上班着急，有上班的赶地铁的，这很正常，不着急，嗯，但是放眼看去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没有走。接下来的时间咱就跟大家聊一聊，聊会天吧，聊会天。有，说实话刚才我们一上场的时候很难进入到角色，对，黄鹤楼这个故事里面进上，这人得装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俩一上台的时候很多有人喊唱一个啊，五环之歌这那的，观众太熟了。实话实说，五环之歌我已经唱了很多，可以没关系，唱了7、8年了。我一般都是在外地商演的时候，对，第三个节目就是刚才黄鹤楼这个节目的时间段，我一般都会演学歌曲。学歌曲呢一般都会唱这个五环之歌。对，说实话我也演烦了，演了好几年了。我看有的这个节目是在优酷上这个播出哈，对，优酷会录，
很多朋友我也看弹幕说哇，又是这个看烦了。我知道大家看烦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哎，很多时候因为有看不烦的，对，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《五环之歌》没有听到，好像白看了岳云鹏的这个专场演出。也不是谁，没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啊，不管有没有吧，反正是有的朋友就觉得还是遗憾，有点遗憾。《五环之歌》呢可以唱，但是《五环之歌》一唱呢就结束了。下班了，唱这个之前咱跟大家聊一聊，各位有什么想聊的举手，咱可以共同探讨。对，比如说问着孙老师的体重。没有甭拿我折啊，没有用啊。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问您聊会儿天。好，这个姑娘不可以，不可以啊。可以抱，可以包养你，不是抱养。什么抱一下，包养我，照个相，签个名，这都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不忙、啊、哎，不忙有正经的问题咱跟大家聊一聊。对，好，那位大哥，什么购物车啊？我谁清空的购物车？东西都给我删了，我不知道是谁。我本来12点我都订好了表，我去抢一抢，我有几双袜子，几个内裤，准备想买一买，但是发现大明星啊，嗨，省钱呗，为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人又不爱洗。哎呀，行了，说老有苍蝇跟着你呢。不是，我就买那个一次性的啊、纸尿裤啊。还有什么？后面吧。哦，再见啊！头一排的姑娘，你就很好，突然间很尴尬 啊。谁送？啊，还没有啊。我们小区比较老，后边有一位。接下来有什么作品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没有。就这么一正经人还给得罪了。我们其实我是一个相声演员，我深深的知道我的使命在哪里。我们经常在写东西，但是一个半成品呢很难拿到大舞台上去说，不完整。我们一般的都是去小剧场去压活，我们叫压活。对，演几遍之后就觉得这个作品成熟了，才能够拿到大剧场。大剧场演出的时候一般都是特别成熟的。对，因为对起票钱。对，我们经常在写东西，经常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写东西的人，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是经常会动笔。这是点。哎哎，您说，大哥。哦，姐姐。不要太辛苦，我们是吸毒的。嗨嗨，这个挣钱谁不累？不是。这个人虚伪，虚伪。啊、是。你不虚伪。我也是为了挣钱。你就是虚啊。你伪啊。哎，你变聪明了，这个。哎呀，说相声是为了养家糊口。是。这位粉大姐。粉大姐，如果都是为了孙老师而来，我会伤心吗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嘴都瓢了。会，当然会。人无完人，我不是一个。这老苍蝇追着你吗？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对不对？都会有嫉妒心。对。我们两个真正我们俩走上台啊，所有人都是发自肺腑的说孙老师我爱你，没有人喊我的时候，我会有些失落，这是正常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不习惯。我知道这是玩笑的成分很多啊。哦，你是这么理解的。这蒙不了我。哎，玩嘛，起哄。行了闭嘴吧。都是男生、把这男的嫁出去去。爱孙老师很正常。我有时候会看那个评论，很多朋友都说哇，孙老师太可爱了。孙老师确实很可爱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，在台上岁数越大越这样啊，生龙活虎，非常的非常的萌。这是形容我的 啊，非常的萌。行了，别说这词了。我看有一个评论说孙老师非常的叫什么宠逗哏，就是他非常在台上很宠我，对不对？说明什么？说我们两个时间长了。明年2019年是我们两个人合作10周年的、这个，十年了，十年呀、啊，嗯，十年，我跟我媳妇儿刚8年，我们俩就10年了，对，我就是老刘呗，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，实受啊，
哎呀，真的很开心，我为了今天已经准备了好久了。嗯，特别喜欢此时此刻的大家和我们状态，自己的状态，畅所欲言。对，我不怕什么优酷录像，将来有一天他会播出，我都不怕，因为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聊一聊，尤其是北京还心里话。好，那位大哥举手，一直在。哎，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。对，挑事的观众啊。对，说我跟郭麒麟谁是一个？当然是郭麒麟。对呀、啊，他姓郭呀。父传子哎，这是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除非我改姓，对不对？郭胜斋。我改姓我又舍不得。那是。换一个，谁知道你是谁？换一个，哎，这位第二排这个。哎，这个问的好啊！什么时候还去小剧场演？什么时候呢？不知道。就算没有回答，因为这个时间呀、啊，我们两个时间有点不受控制，很难能够凑得上。今年这个又比较忙，而有时候孙老师也不在，是吧？所以很难凑得上。有机会去演的时候，一定会提前通知大家。我们争取年底之前演几场。提前通知大家，我们去哪个剧场？对，在哪个队？会跟大家说，我封箱的时候我一般都在，啊，这儿在啊，小队封箱不一定在，因为我们俩现在没有队，对，我们俩不属于任何队，不属于任何队了。什么？跨年的时候我也在挣钱，我也在挣钱。对，跨年的时候。我们在重庆需要跟大家聊聊。今年跨年，前两天我们还开会呢。今年跨年怎么办？对，张云雷带个队，我带个队，我师傅带个队，还有什么德云三宝，全中国的演出，小剧场怎么办？没有那么多演员。我在重庆，我师傅可能在这儿。对，还有很多跨年的晚会。还在广州的。对，那天是我们这些个演员赚钱的时候。理解，理解，理解啊！理解一下好吗？我在重庆。有重庆的观众吗？开箱应该是在北京，还是开箱在北京？对，应该是在北展。肯定是在北展。啊？开箱的时候我不知道。听通知。这两年开箱的时候我都没在，因为我陪我媳妇孩子还有和我妈，有的时候会去旅游，会去对。什么？好了。去哪儿旅游、啊、还没有定。西单呗。啊！我疯了，我上西单去旅游。给大家唱几句。来，孙老师，来。谁唱啊？不是你唱吗？不是您最近 学那个猫叫什么的吗？我谁学猫叫？那是于老师啊。刚才在后台还说呢，小月，我一会儿唱一个学猫叫，是不是？那是我吗？那个？我记得是你。没有，那是于谦儿，知道吗？啊。您来吧，我来不了这个。您的粉丝那么多，啊，都是花钱来的。学大象叫，来来来。没听说过，大象叫学不了那玩意儿，音量太大呢。您来吧，您来吧，听他唱吧。朋友们想听我唱什么？找花台。找花台，好，会点。咿呀嘛更儿哩，月影儿找花台。我不会。我就 会这句就别唱，我就会这几句，就勾的这锣。你看照花台，和探清水河送情郎都是最早我师父在台上唱的。对，我们觉得哇很好听，我们就学去了。然后在小剧场演来演去，啊，我师父说那你们唱吧。对，所以说照花台郭麒麟学走了，是清水河小辫学走了，送情郎我学走了。你师父算翻唱。那个唱个别的吧。拆西厢，橄榄树。拆西厢，很多朋友都喜欢拆西厢。好，准备一下。有板吗？有板吗？我给大家唱几句拆西厢。来吧。拆西厢啊，这是一个竹板书，说实话很难唱，一个上句一个下句颠倒着那么唱。平均每两句呢就会有一个高腔。对了。不好来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，拆西厢，很少有人唱。我师父会，我会。其他会的都死了，来来来，这话真得罪人啊！跟上，盈盈门锁，手儿
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，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，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，唐宋相隔有这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？红娘闻听抿着嘴的笑，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，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，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，宋王爷开了那叫文考场，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，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，关汉卿千山万水进了京来，老爷贪赃吐了灰，去了人家的好文那财，三长没把公子来中，回家门坐在小说斋，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，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，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，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，首一句带月西厢下，二一句迎风虎翻那开，三一句月移那叫花影动，四一句一世与人哪来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差几句没唱完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快板打得太慢了。对，我这儿快点还慢了，撑得我嗓子难受啊！我发现唱的时候，有七八个人往外走，说明可能都数着来的啊，可能也不太好听。是我记住你们了。但是我们很认真的唱，因为这个竹板书拆西厢很少有人会唱，现在没人唱，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唱。是，给大家唱个别的，还有什么想听的没有？一纸情书，十三香，爱听十三香，你疯了吗？我给你唱一个鸡精好不好？太太乐。小小的纸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包绸缎，北京用它来包文章，行吗？几句就得啊。十三香，这是我们最早刚学艺的时候学习的，刚才有人点站起来走了哈，着急了哈，着急了，正常正常，因为上班了，因为时间已经真的很晚了。当然了，现在走有可能是赶地铁呀，明天上班。是我们七点半演出。九点之前或者九点左右就陆续往外走的那些朋友，这是以我们多年的演出经验来分析，是他手里的票应该是送的，是吗？应该是别人送的，因为他不珍惜，突然间来一个电话，哎，喝酒去啊，咱打牌去啊，他就会被朋友吸引走。他没花钱呢，因为他手里的票是别人送的，他没有花钱，他就会不太珍惜。如果说这手里的票，哪怕十块钱买的，当然没有十块钱的票了啊！啊，就别铺这句了。哪怕一百块钱买的，他也会做到最后一分钟。最后一分钟，因为花钱了。所有人花钱，一定要让这个钱觉得值。状态不一样。我们尽量做到让大家的票钱就觉得值。对。啊，尤其是后面花钱比较。行了。行了就别得罪人了。好，没关系。为了后边也好。我们都是为了尽量的去满足大家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有什么？一回生二回熟、哦、什么啊，真的还有人喜欢听这个歌哈、啊、
这歌是新的、啊、一回生二回熟，这是我这几年特别喜欢的一个民谣，对，乡村 一首国外的一个民谣叫五百里，很多朋友都说哇，像我也看到不好的声音哈、嗯、为什么小月翻唱我最喜欢的歌曲，不要玷污它等等，听到这样的话，说实话你喜欢我也喜欢，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去喜欢，对，我唱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去听原唱，熟悉这旋律啊，对了，原唱非常的好听，是醉乡民谣，我给改编了一下，叫做一回生二回熟，我给这个词呢是我跟董玉芳一起研究的，董玉芳知道吧，嗯，是父亲写的散文诗那个词作者啊，我们一起研究的一回生二回熟，我想今天唱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好吗？当然人家原版呢是有音乐的，对，你呢？我唱的时候只有一把吉他，但是我发现比较单调，是后来呢我找人去录音棚弄了，给录了一版，给录了一版，我今天是带着伴奏来的，好，一回生二回熟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好吗？音乐走，一回生，三回我们是朋友，你是朋友我是豆，都别放手，会变老也会变丑，你别烦恼你别忧愁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一醉方休，生呀二回首，三回我们再聚首，回回首再点点头，都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你慢慢走，你慢慢走，你慢慢走，明天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，回我们再聚首，回回首再点点头，都慢慢走，慢走，慢慢走，你慢慢走，你慢慢走，明天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，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。好感动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再唱个什么呢？《无欢之歌》没有听到，就真的很，听这个吗？就真的很遗憾吗？好吧，哎，这洗脑的玩意儿，五环之歌唱给大家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嗯，会唱的咱们一起唱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好吗？什么叫嗨嗨皮皮？嗨嗨皮皮是我网店的一个名字。行了，别打广告了、啊、今天双十一行了行了，还一个多钟头了啊，下单啊、哎、这个财迷，五环之歌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你比五环
我看有的朋友把手机闪光灯打开了。嗯，今天虽然是相声专场，但是咱们还是要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。把闪光灯都打开，把手机闪光灯打开，把台上灯关了。谢谢。哎，灭灯。那位朋友，请把手机放下啊！干嘛呀？诺基亚，请放下。行了，行了。以前修过手机，你看。啊！孙老师，你发现一个情况没有？什么呀？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，都关灯了。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。你想，你要脸，你身边的朋友不要脸，你身边的朋友会笑话你的。啊，让不要脸的笑话了。那当然了。所以说今天晚上全都不要了，度过一个嗨嗨皮皮的十点多，好吗？嗯。啊。大姐，要脸是不是？害臊是不是？雨有一天你会你看大叔这么大岁数了还唱呢，这怎么睡了一个啊？没睡哈、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说睡着了呢，这么 happy 的时候睡着呢，怎么？太催眠了。嗯，好，我提个建议啊。嗯。就是20排前面的朋友，20排以内的朋友啊，不要唱。20排以外就是花钱不多的朋友啊，给你们一个机会嗨起来啊。这点人缘啊。没钱也没劲儿，你看。行了。啊，五环，终于有一天，你会。不要脸都是传染的。好，开灯，开灯啊！开灯，开灯，好，亮灯，好。我看这个大姐有，刚才有个大姐一直这么搬，这么搬，这么搬，什么丢了？您说，什么丢了？脸啊，脸丢了，太损了，你们真是的。哎呀，我觉得观众应该跟观众打一架啊。对。不是，我说的是你们跟你们打一架。就是流沙河的意思了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真热。我来。孙老师来一个，孙老师你来一个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我呀，别起哄我。起哄也没用，我真来不了。孙老师唱那个唱特别好。你对我有情，谁唱这个了？对你有意，别让爱擦肩而过。你唱那个。我真唱不了，我能唱我早唱了，别起哄啊。这三位啊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去哪儿？不唱了，不唱了。你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。这开会呢，你早退嘛，这不是？有没有纪律了？你们管不了你们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报告厂长去，我。你看看你们的位置，是后边那些朋友梦寐以求的。行了，你别挤在后边了，非得冲前面把你打一顿，一会儿。真有意思，要走是不是？仨老爷们干什么去？哼！找老刘。哎呀，这个老刘火了啊！没想到。哎呀，好好，您来，如果有急事，赶紧走，朋友。有急事的走啊，没事啊，开玩笑咱们就啊，开玩笑，没有急事啊，没急事你再走着吧，没急事你干什么呢？刚才，里外活不了。
你冷的，我真跳不了。亲我对你呀，我呀，我这。巴啦啦小魔仙，来来，变 C。这我学过一次，非要学这个吗？来来，那句怎么说来着？啊，巴啦啦巴卡啦，小魔仙变松。神经病！你说你们仨刚才走了，看得见这一幕吗？看这干嘛呀？这事儿想的还不如走呢，是不是很遗憾？哎呀，你们仨变声。宋情郎，宋情郎一唱，彻底结束了。哎，对，下班喽。学猫叫，真的，我真来不了这个。这于老能来，那咱们于老师岁数年轻嘛，不是？哎，对，要喵一块儿喵，啊！好，来来，谁也别跑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来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好了，来。但是于老师能来这个，因为于老师岁数大，就不在乎脸了。于老师那个老骚猫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猫字用得好，是不是跟骚没关系、啊？这个老骚猫，于老师非常的可爱。那于老师是我们后台最没溜的人，而且他能整段唱完。我后台我们采访于老师，我说于老师怎么会哪来的勇气？对，怎么会整段都能够唱完呢？他说观众喜欢，我们为了迎合观众，我们任何事都可以干得出来。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人，我看很多人都给他点赞，是说就这个学猫叫这个怎么了？我们为了让观众开心，为了让您的票钱觉得值，比如说100块钱，就这学猫叫就值80。嚯，太狠了您这！不会听相声来的。所以说，孙老师，你光一个变身那哪行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了。因为我这人就我不爱学这个，说实话，我是真不爱。要不来个往后余生怎么样？我，哎呀，嘴巴嘟嘟怎么样？这都是您爱的，您来，您就想唱，别让我唱。我来不了，你来不了，我这么大身份，我来了。你说嘴巴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你帮神经病啊！你我爱听这个的。唱个别的，来个女儿情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。各位听这句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堂与我一中人儿紧相随，爱你。你看二师兄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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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画意。诗情画意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往事只能回味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歌，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啊、哦，有伴奏的啊。哇、哦，这两个人，你们的票是哪里？为什么偷偷从后边上这儿来？
为了看我离得更近一些哈，往前迂回。这个理由真的好不要脸啊，真的。我好喜欢你这个理由啊，偷偷从后边上这儿来了，这个票价值哦。往事只能回味，希望以后将来的每一天想起今天都是往事，咱们一起回味，多多回味吧，特别美好。来，音乐走，来熄灯。为什么逃跑啊？稍微给点灯吧，怎么追光。要变心，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别想走，逃不了。嗯，每时每刻都很开心，尤其是每次演出到现在这个时这个状态的时候，甚至是有些感动，因为观众都舍不得走，其实我们也舍不得走，我们恨不得一直演一直演。我们记得德云社演出记录时间最长的是从晚上7:30，十周年的时候，德云社庆祝十周年的时候，晚上7:30演到了凌晨2点。民族宫嘛，今天你可以获救。民族宫，民族宫那天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我在现场。那是2006年，2006年的时候我在现场，从7:30一直演到差不多快12点的时候，观众非常的热情，
非常的高涨。我们把节目已经演完了，后台临时我师父说今天有一个算一个，再演一遍，把你刚才演过的去掉，重新再演一个，演一新节目，演一个新节目，演到凌晨两点，不是凌晨两点，是演到一点半。嗯，然后观众站起来鼓掌，鼓到两点。算观众表演了个节目。我那天很震惊，我们在台上，我就站在那个角落，因为台上都是很多大咖嘛。那时候还咖位还不行。对，可能是 Z 位啊。这可不好数了。Z 位啊，你人家都 C 位嘛，我应该是就借位了，应该是最边上。嗯。然后观众就舍不得走。是。他们也不让我们说了。嗯。就说你们别演了，所有观众站起来，唰就鼓掌。我看了一下我左边，因为我右边没有人。嗯。您就是站在最外边了，行了。我看了一下左边。每一个人都在热泪盈眶，是感动。那天确实是更多的都是感动。嗯，包括那天我面临的退票事件。嗯，徐州哈，徐州音响不行，观众退票，我非常的理解，是我给他们给他们建议，演出商建议，我说要么退票，要么我现在就走，我走损失远远比你退票损失要大。我说我只能给观众退票，没有办法。对，虽然德云社从来没有过退票的事件，我说只能给观众退票，他们听不见怎么办？对，好，演出商答应了，然后他就给一部分三分之一的朋友退票，1000多吧，应该是，还是有三分之二的朋友看到了最后。坚持到最后，我说即使听不到，他们还是愿意看我们的表演，我们就挑了一些个表演性比较强的节目，对，尽量说话少的给大家演，我们还是站到了最后一分钟。对。当那天谢幕的时候，是我特别感动的时候。嗯，因为在我视线之内还都是人，满的，还都是满的。那天我特别的感动，今天也是。哇，已经走了很多，没有关系。哎，行了啊，前面挺好说的，你挺感动的，前面还确实挺开心的。对啊，不错。当然了，我们刚才翻场的时候演完了往下走，演完了往下走，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显得我们演得多。哎，这个不要脸劲儿说来就来啊。翻场吧，演完一个往下走，演完一个往下走。对，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询问主持人时间。问时间规定我们11点必须结束。对，现在各个剧场都有规定，硬性规定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就可能为了大家的安全等等。对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刚才主持人说已经11:10了，现在估计15了，现在可能超过11:10了。嗯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给大家演了，因为十周年的时候，那是10年前，我们也是提前跟民族剧场还没有这规定啊，提前跟人家打好招呼的。对对对，今天可能多演一会儿，但是今天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大家，我们演到12点啊，演到1点，没法满足大家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其他的演员再上来跟大家见一个面，重新认识一下，见识见识。嗯。这是我们，只是我们其中一批，让大家挑一挑，不行可以换，好吧？我们还有别的更好的。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对，王小格，哎，嗯，孔云龙的徒弟，嗯，很帅气，侯鹤莲，嗯，我们师弟，李云天，李根儿啊，嘴里干净利索，地理图，李鹤东，鹤东啊，全国四强啊，哎，谢金。大辈儿，下面有些人亚军啊，还有这个沈爱东老师，沈老师，主持人尚小菊是我徒弟啊。接下来送行郎唱给大家，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肚颈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
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一元呐、啊，这一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一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再次感谢。后面的朋友，谢谢你们辛苦啦，坐一宿，坐了将近四个小时哈、啊。对，注意安全啊！稍等一下，朋友们，稍等一下啊。此时此景，此情此景，我觉得一回生二回熟，再给大家唱一遍，好吗？来吧，音乐老师。音乐。三回我们是朋友，你是朋友我是豆，都别放手。会变老也会变丑，你别烦恼你别忧愁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你最放休。生呀二回首，三回我们再聚首，挥挥手再点点头，都慢慢走，慢慢走你慢慢走，慢慢走你慢慢走，明天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。好好听，哎，这回唱对了。一回生呀二回熟，三回我们再聚首。